2023年跟着孟丽姐一起爱健康，又到了好孟丽姐分享的时间了。今天呢，好要跟大家好分享一下，就是说，冷冻干燥法有什么好处？因为孟丽一直在啊分享说，我们陈燕的一些产品啊，都是利用冷冻干燥法来制造的。第一个哈，它可以去除98%到100%啊，就是将近100%的一个水分啊，就是说它可以去除98%到99%的水分。哦，所以说它的好处就是保值期长，然后重量很轻，是不是很棒？哦，那第二个大项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留营养的一个成分。第三大项呢，就是可以保持这些蔬菜水果的颜色、颜型还有颜味。所以说我们平常如果喝到陈燕的佩仁或佩仁滴、长兴滴啊、优定滴啊，这些产品的话，其实里面所有的成分都是使用冷冻干燥法制造而成的。所以说呢，能够使用到陈燕的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营养价值也比较高那各位听到我的分享，应该就不难发现说，陈燕的每一项产品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所有的研发成本都相当的高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这些富含高植物营养素、高抗氧化剂还有多糖体的植物性食物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希望在2023年跟着孟丽姐一起爱健康，要健康快乐平安，谢谢。